各位华彩少年，在独家冠名的抖音 APP 上，我们邀请了广大网友为我们的华彩少年助力添彩。获得添彩值最高的那位少年将会获得抖音人气之星的称号。接下来请允许我宣布，获得抖音人气之星的那位少年是，他是谁呢？他就是我是华彩少年黄子弘凡，感谢大家在这段时间在抖音为我添彩助力，同时让我得到了抖音人气之星的称号。我会继续努力，成为更优秀的华彩少年。